你除了我操，我好操劳动干活。我们现在通过有话题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今天就管着你，我是这里管，你别骂了，他没有这个权利。因为他把那第一摊的东西摆在人家那个固定那个一仓库的门口，你让人家不行了，那主人一打电话，你报警啊，你处理了。